大家好啊，我是郝医生，欢迎来到黑牛养生馆。前列腺炎呢是困扰男性的一种常见疾病。前列腺炎呢带来的痛苦在于啊，它对健康的影响是啊反反复复啊，不易治愈。50%以上的男性啊，或多或少啊都面临着前列腺炎的困扰。18呢到45岁的男性更是啊前列腺炎的高发群体。前列腺炎呢主要分为啊慢性前列腺炎与啊急性前列腺炎。他们的主要症状就是、尿频、尿急、尿不尽。尿道啊有灼热感，甚至出现呢血尿、盆骨、睾丸以及啊会阴部啊胀痛等。以下呀四种因素会加重呢和诱发男性啊前列腺炎，生活中啊要尽量避免。第一呀、感冒。根据临床经验，许多呀前列腺炎患者往往啊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啊感冒以后出现尿频的症状。这种情况呢便有可能形成呢前列腺炎，所以呢增加运动、少熬夜、提高免疫力很重要。第二呢，规律的性生活，过度频繁的性生活会导致呢前列腺的抵抗力下降，从而导致呢逆行感染，最终出现呢前列腺炎。第三呢，辛辣刺激性食物，饮酒啊、吃辣椒等刺激性食物啊，容易导致前列腺肿胀充血，进而刺激啊前列腺炎的产生。所以啊，前列腺炎要少吃韭菜、辣椒、葱姜蒜、麻辣火锅等啊辛辣食物。第四呢，避免久坐，长时间开车、骑行、久坐等会导致啊前列腺呢血液循环不畅，前列腺温度升高，导致呢前列腺充血淤血，从而啊引发慢性前列腺炎。所以呀、适当活动啊或运动啊，促进呢前列腺的血液循环，就可降低啊前列腺炎的发病率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养生，关注本栏目，养生不迷路。